看啊。这歌合音特别不准，然后就是升降下，然后接 B 线，这时候升降下，对，这首歌整体升降下，翻到接 B 线 ，B 线完了之后直接还是哪上的，然后就升降一下，升降一上，对，再回来以后从那儿出，啊，在这个回来是升，啊，反正有人带我吧，有人带你在这隔，到升降二上了，上来之后是在隔里，那这个能准备一个麦架吗？烟火，烟火跟。烟火都是烟火是在格子里，是在哪个格子？哦，蹲着的是吧？整手蹲着。对，然后整手结束之后，用过再出来，就是帮大家看。然后而且合音你们必须要蹲着，四个的食指要都可以，这样一样，里边很大。因为有人收的早，有的人收的晚，站起来可以站起来，一人站起来，二十可以站，等于整个在房子里站的那个，可以站起来，可以在那走，很长的那个，比较锁定这个时，每一声的时值都要锁定啊。宽那个长度是多少？长度最起码得有高是吧？高肯定能站起来，他单腿都在里面跳舞。那我就说我可以在里面走路的，对，没问题，可以，但是就不能出来。然后，但是我整首歌唱完之后，结束一黑灯走出来。
那我能在里面放一个什么那个麦架？可以，可以这个里面放个麦架，可以，没问题。然后我拿了这个麦架出来，可以，因为我想我们都是孤独的有走人。我们都是孤独的，我现在是让是希望是你从舞台到演唱台，我们都是孤独的，我是希望你在这儿，在沙漠上，因为我有沙漠降临。相当于走到中心台，然后有个沙漠。那我这样唱，在这儿沙漠前面，在这个位置。沙漠前，那不沙漠的后面，沙漠的后面就剩上一的，那就剩上一的位置。对，全程站在沙漠。不，我是让你唱一半之后，然后我把沙我的沙漠会变成造型。开始的时候是中，用三片沙漠，一片沙最低，剩两片沙会都在一半的位置。间奏之后，这沙漠会变一下位置，中间那沙收起来了，所以你能走到演唱台走了。我这段时间在干嘛呢？我把后面的声音降下去做钢琴。那也就是说我唱到一半的时候走到这个点，弹熟了还挺，不用再往前走，走到这儿就行。你说呗，不走到这儿，就跟弹全接似的，走这么练，走到这儿。那我能不能拎着那个麦架走出来？你不用拎麦架，我直接把麦架收回去，我在这儿再准备一个麦架。不用先换，对，不用那什么。那我在这儿拎麦架唱到。间奏之后，间奏最后副，其实你走不走，因为它有个间奏是吉他的 solo， 对，就是那时间，对，就是那段，对，就是那段。走出来，它 solo 部分，我把沙漠一升起来，你可以往出走。对，我现在进 solo 的时候，我把中心的那道沙升起来。唱完之后，然后我就回来唱卡松。对，那个时候钢琴就准备好了，你回来一站上，你弹，我刚升下升起来。好，好吧。好。列的音阶80%都是用不上。那我们来了，懂了。我们弹的不绝。OK， 好，来吧。一个是在合作，烟火里的尘埃。烟火里的尘埃，然后。就让我听着天
那个小薛，你那个最后的导第一单下面有一个像弦乐似的那个灯，那个要小一点，那个比例要小点，就当当当当当，它那上面那个大点，就是现在上面那个主主到那个要小一点。好，搞定，我们都是不搞定，中了啊，是吗？下面花花给我们在直播，花花给大家打个招呼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。花花给大家介绍一下演唱会现在排练都有谁在工作。我们演唱会的班底基本上都在，除了不在的都在，除了键盘手以外，然后全到齐了吧，对吧？所有人到齐了。哎，那这。来，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那这个是我们的演唱会的音乐总监，然后龙龙老师，对，很厉害的，也上过很多节目，演过很多戏的啊，客串过很多道具，对，非常厉害的一个人，一个音乐人，对，很厉害，大师，然后，都是大师，都是给大家再介绍，雄狮，我们的雄狮，雄狮，对，雄狮，熊大师，对，吉他手，熊林熊老师，对，然后非常厉害，然后，之前我上一场演唱会的时候，熊老师有上来。就是弹吉他，我们玩那个世界是个动物园，对吧？然后这一次我们两个人还会再玩一个不一样的东西，然后不能让你们听到，演唱会才能听到，对，很好玩的。好，厨师，好，这个是厨师，我们演唱会的另一位吉他手叫楚旭，楚大师，对，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吉他手，也是我演唱会每年都会来的，不过所有的人都是演唱会每年都在，对。然后呢，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，对。然后，好，然后这一位是，杜大师，杜大师，杜什么？杜全都是练，不是杜甫，不是杜，杜阳，杜阳是我们乐队的贝斯手。然后也是三年都在，然后任何的音乐节演出都在，对对对，是不是很帅？然后呢，看他头发那么长，甩演唱会上甩起来是超酷的，很 rock。我们这个乐队的班底全部都是专门搞重的，都是帅哥美女，对。然后那我们这个。给你们介绍一下鼓手你们也很熟悉了，对，大家好，给胳膊一个镜头，鼓手呢把左臂伸出来，对，右传说中的麒麟臂，很酷的，对，然后叫李彦超，然后也是每年我演唱会都在，所有演出也都在，而且都是一大堆东西。对，大家可以去看他面前的这些设备，哇，全部都是太高级了，非常贵的，对，很贵，很有钱的，很有钱，太贵了。对，然后我演唱会上面要打鼓的话呢，也得请他教我的，互相学习一下。没有。然后好，来介绍下一个。我们的和声老师，然后对贝贝也是每年都在，然后我们的和声团队是帅哥美女，很酷的，你今天化妆了吗？有没有人跟我们说真鼓刀啊，你真有花啊，对啊，大家也没有打扮，就是，还有跑车，但是很帅的，对，美颜了吗？啊，这个是带美颜的吧，是吧？
都是网红，都是网红还挺火的，对，然后呢，小鹿大家也都记得吧？然后，这一位是今年第一次是吧？自我介绍一下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洪州，洪州，然后呢，也是。上个月北京演唱会的时候他也在，就是那个很嗨的跑出来的那位各种嗨的那个Hell No 空气就快要爆炸，何老师是吧？对，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王嘉译。王嘉译，对，也是今年北京演唱会也在的，今年也是，这两位是我们新加的两位奔跑组的奔跑帅哥，对对对，很帅的，唱歌也非常好听的，对，好。好，来再，PGM 了，再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长得最屌丝的，多屌丝，介绍一下我们的 Program 老师，哦，就是因为需要用到电脑嘛，那我们就是一个高端的团队，所以整个的 program 都是由他来负责的，很辛苦的，每天我们排完回家还要再去剪音频啊什么的，非常辛苦的。然后呢，而且是很默默的，不会永远不会出现在台前的，对，默默的 program 老师薛老师，他的样子很像一个宅男，对对对，就是宅男是吗？好，介绍一下我们的演唱会大导演，我们演唱会的总导演，对，小金导演，然后今年的整个的北京演唱会你们已经看到了，效果好不好全是他说出来的，对，然后呢多切点大头，我记住了，多切点特写，明白了明白了，他每天会熬夜看你们评论的，对，知道你们要给我切什么什么，多给点特写啊什么的，都你们要哄好他的，对，然后这个是导演的团队，整个的团队，然后导演你介绍一下吧，是吧？我的你导播老师，导播老师，切不切特写主要看导播老师，导播老师多给特写，导播老师演出时，对，然后我们的灯光老师，灯光老师，然后对，其他都是我们导演组的，然后对，主要还是不大了，好，然后我们的。龙老师，那再唱一首吧。OK， 好。那我们强烈要求再唱一首。那我们其实我演唱会上面有很多的改编的，但是今天我们改编的歌曲不能让你们提前听到，那演唱会听就没有意思了。所以有超级无敌多，所以我们只挑出了。三首比较正常的歌能够让你们听到的，就是三首比较正常的，那些全部改编的不正常的，你们想象不到的歌，今天全部都不会给你们听到，放心吧。OK， 孤独的吧，我们有孤独的，我们都是孤独的。我把异类又重新改了一版，更酷的，但是不会让你们听到的。来吧，我们都是孤独的。他忘记了回家的路，街上只剩他一个人流浪。不做声。
是桥里面天真，他明白了，上帝为他关上窗棂，开上门再等。雨在下，在下，一整夜。最后给大家说一句话，我们今天就结束直播。说什么？说可以说什么？我想想，说一句话，结束今天的直播是吗？拜拜。大家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。然后，我要继续排练了。对，然后，我说了，还有很多大家，想象不到的歌，今天不会让你们听到的，只有。8月21号就是这个星期天能够让你们听到，对，然后，这个星期天大家有时间就来上海来看我的演唱会啊，在梅特克斯体育馆，有很多很酷的歌，还有，你们记得把那个好 For Forever 学会啊。然后结束了。